对去年的青叶仪式，法理人共赴向该东府村，认为重要者自家伫了家乡的具体台，本居民抗议老祖宗。虽然相关单位开过200说明会，不过还是无法度解除民众的受理。部落居民就绕口而硬批老具体台拆台，唔再个沟通。赞赞赞！民口表示反对，去年青叶都铺路不低的情况下，就业者入到共富乡东富村来做集体推，居民强烈抗议。虽然业者开了200说明会，不过双方没共识。他们是在7月17号之前建设这个基地台，可是我们调查资料是说，他们的买卖土地是在8月底的时候。那我们有这个疑虑是，你是在还没有买卖的之前，你就偷偷架设这个基地台，我们要求他立即拆除，我们也不愿意再听他的什么说明，因为这次已经是第三次了。大哥，我们离开这个会场，请大家离开。针对居民某个国交通，业者老 NCC 白起监理处的说明，做具体推是为了加强配合铁器的通行，还有封旧寨的需求。选择东富村这个点啊，事实上是非常的偏僻的，已经有离开村落了。哦，那我们是希望说能够照顾到整个村庄部落的涵盖了。那因为一般我们农民在外面工作的话，也是非常需要这个手机的通讯啦。这个基地台我们补助，业者他们来设置发电机。以后如果说台风来了，然后电停了哈，甚至这个大的灾难发生的时候哈，都可以不断电，然后让每个人需要紧急联络的时候，那个行动通讯都还可以维持畅通。虽然管理单位讲做集体推并无违反免计法，不过社区居民动静田铺也没受到几间委会要求集体推为停工，捍卫气象控制以及到拆台危机。下个新闻分享，去发电报道。